好，我们再看171页。又引示示者，就是引用了其他事情来解释。竹树中，就竹树篇呐、啊，里面呢，古诗啊，就是有些律诗，以破戒和尚在诗人之外，那就是用升起律啊。那这个在讲受大戒的事情。那道宣律师就金赐云，就呵斥啊，说你不可以再用升起律了，不可以折用他不啊。又受日中云，不得丙四分解某用升起示其等。那这个受七字法啊，那这个你要用四分律的规定，不要用升起律的规定啊。那这个就是说呢，准论了啊，就是寻诸部篇呢，准论不取者，准论不取呢，就是同意用也，同意又是从这个四分律，不是从这三见论的义用。三见论的义用是什么呢？你看173页。173页扶桑集是第一个。所以这边讲准论不取，就是准这个三见论的所谓本，随本法师语。前面不是讲过吗？义用吗？啊，就是呢用义理呢来方便度用，譬如说引用三藏等广说，先观根本，次观句义，后观法师语，与文句等者用，不等者莫取。就是文句相等的你才用，文句不等的你不要去采用。啊，所以就是要按照善见论呢，啊，这个次级句义啊，就是用这个义理呢来取他不律。好，再换回来。那所以啊，第二个引证言是说者，翻过来律文呢列四种说法啊，就是呢172页，本律呢真事中，就真一比尼啊，就四分律藏的最后啊，他用1、2、3、4、5、6、7、8呢，在讲跟他相关的戒律。那讲到四的时候，我告诉朱比丘有四种说法啊。那如果真事就是讲到四跟四有关的，那有四种说法。第一个呢，有四种广说，若比丘作事语，长老我以某春某辰听从佛闻，受持不二，此是法是比尼，是佛所教。若比闻说不应咸矣，亦不应喝，应审定文具矣，寻就法律。若相违者，应与比言，如我说者非佛所说，或是长老不审佛语，不须附送，亦莫教于人，今应弃舍。若与法相应者，应与彼言是佛所说，应善诵习，教诸比丘等。那这个叫做第一个广说啊。那第二个呢，从上身中的上座前闻。第三呢，从知法众多的比丘听得到的。第四呢，从知法一个比丘所闻啊。那这个
就是他呢其他的文句都是一样啊，前面是讲呢啊四种广说呢，这四种说法就是他是能说的人。比如说这个比丘呢，他就讲啊，长老，我从在哪一个地点哪一个村庄，我亲自从佛听得到的，受持不忘。佛怎么说呢？佛说啊，是这样的法，是这样的戒律，是这样的教授方法，我听到佛这样教我的啊。现在我跟你讲啊，若闻彼说，我现在跟你讲佛这样说法，这样教法，不管是戒律啊教法啊，你不应该怀疑，不应该呵责我，因为这些都是我亲自从佛听得到的，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就是我从身中的上座听得到，他讲戒律是这样，他讲这个是法，他讲的解释是这样，这第二个。第三个是我亲自从呢知法的很多比丘都这样子讲，这个戒律是这样的，这个法，这个教理是这样的。第四个就是说我从一个呢知法的，从一个比丘那边听得到的，戒律是这样的，经论是这样的，你不应该怀疑啊。那你应该呢，长老，你应该呢看啊，这个印证呢，你要审视呢，我现在讲的跟你说的一不一样？如果呢你跟我说的不一样，你应该要弃舍，你不要再教别人了啊，你不要再呢背诵这个了，背诵这个戒律，背诵这个教法了啊，你不要再讲这个了啊。所以这个是呢，是这个文具等者取，文具不等者不取。道宣律师就引我们这边的意思说呢，你如果你的意见呢跟现在我听得到佛说的、长老说的，或是呢众多比丘说的一样，你才取。不一样你就不要取了啊。所以这个是呢用真事当中呢来印证啊。再看十受末印者，即是四分四说，故与异同，但名异耳。十受末律呢，末印呢，就是印证呢，就是用三藏教来印证，就是我们现在呢啊所说的道理，所行的戒律，你有没有根据啊？我根据哪一部律？我根据什么经？我这样来教说，哦，我们不管在自己的知见、行为、思想，乃至我们僧团，我们僧团的知见，我们僧团的作风、道风，你要有根据啊！你不是自己乱串一通啊？我们现在护佛外道，或是有些僧团会出问题，都是这样，都自己呢。自己编一套自己想的，都没有根据啊！啊，你根据哪个经啊，哪个律啊，你讲出来啊。这是我们上师交代了啊，这是我们师父交代了，这是我们谁啊谁啊谁啊。文具等者取，文具不等者不取。你师父交代的，你上师说的，有没有跟经跟论相等啊？如果不等，你不可以取他的话，上师说的也不可以采用，跟戒律不合啊。你师父说的不合道理，不合经律的道理啊，不可以去按照他的话去做啊。文具等者取，这个在应用上呢很广的啊。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呢，有些人来出问题都是在这里，僧团的运作也是一样。你教导众生的方法，或是你现在依止法，什么依止上师法呢，都是呢乱依止。一开始就讲啊，上师就是佛，上师都是佛了，那你还敢问吗？啊，你还敢怀疑了吗？啊，你看那些居士啊，现在很多居士，不管是男居士、女居士啊，引导有些呢比丘僧团也是一样啊。你看那妙天呐、啊，妙禅呐、啊，啊，妙禅就是他就是佛了，啊，赞叹师父，感恩师父，啊，他就是佛了，
信的人一大堆啊，那些大学生穿紫色衣服的信的一大堆啊，有什么经律论的依据吗？通通没有。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讲吗？通通没有。他还认为他是佛教了。那为什么人那么多人相信？就是那个知见呢，就歪曲了。他为什么会相信？啊，因为师父呢有感应啊，他医好我的病啊，他让我的事业啦、啊、婚姻啊，让我考上功名啊，我都想啊，师父加持我的，所以我就得到好处了。我得到好处，所以师父是真的。所有复活外道都是用这种方式，而且不可以怀疑师父。你怀疑师父就没有感应了、啊，所以你不能怪我啊。你每个月交的钱呢，就 all you key 啊，啊，那你怀疑师父当然没有效，你不能怪我啊。那你要很相信师父，所以你每个月交了钱呢，以后师父就会加持你，那你就会有效了，啊，说的也有道理吧，啊，所以你都不敢怀疑，一怀疑我交了钱都没有效了，啊，所以当然越你交越多效果越大，啊。这马上就会感应，啊，让你倾家荡产，啊，所以这里呢，一定要我们修学佛法，为什么呢？佛法它不是迷信，它一定要有根据的啊。经律论到底是什么样？现在道训律师也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四分律没有规定到的，我为什么引用他部律呢？那你根据的虽然有根据，可是那个根据的义理跟那个文句哈、哦。要意识相关，你也不可以乱采用，乱采用也不对啊。就是因为有些人的轻重不等啊，缓急不同啊，所以这里呢也要分辨一下怎么样采用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十诵的末印啊，也是四分律的四说，就是他用经律论三藏来印证啊。跟我们师父你讲了，师父你看，师父你刚才我们讲了，就是用佛说的法，或是用呢以前上座身中上座，或是大家都这样子讲，或是呢有知法的比丘这样子讲，都是有根据的、啊。佛那上座哦，上座讲的法身法佛法身都有啊、哦，或是有些就是祖师了。所以这些都是有根据的啊，所以这边是讲的方法是一样了。所以十诵律大师就直接用经律论了啊，道理是相同的。经就是佛说的嘛，啊，律也是一样啊。经那有些是弟子说嘛，或是大众师、大众的上座的比丘说的嘛，啊，论或是一个比丘说的嘛，一个祖师说的嘛，知法的比丘说的嘛，所以是义理是一样的。那四分呢？曰能说的人，十诵曰能证的教。四分你讲的是那个谁说的呢？佛啦、上座啦，啊、这些呢，啊，大祖师、大阿罗汉啦、身中啦，那这是曰人来想。十诵你呢是曰能证的教，那说出来就变成了经、律、论了嘛，所以三藏的法教了嘛，所以是一样的道理。比云。若言我从佛文乃至一比丘文未应叹悔，就是他讲他根据的是佛这样子说，他根据的是一个比丘，一个知法的比丘这样说，未应叹悔，你不可以呢毁谤他，因为他是有根据的啊。那或是先不要赞叹他，应向呢三藏圣教应定是也，就是十诵律。那你呢他这样子讲，好，那我们找经律论三藏的法教来印证他，他这样讲是不是对啊？你那个佛说的啊，哪边说的啊？说哪一部经啊？啊，你那个比丘说的，说戒律是怎么样，什么戒啊，比丘戒啊，好，哪一条啊？把经律翻出来，你说哪一条？你说哪一部经？他真的这样说吗？来印证看看，印证的没有错，那就是同意你这样说；印证不对，你就是不能这样说，不同意你这样说。啊、哦，
好，云此二文者，由先世诸师随请引用，今曰布类简康可否即同意用。那现在我们引用这个文呢，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道宣律师呢，比如说道宣律师在采用他布律的时候呢，他不是第一个这样子讲的。在唐朝那时候，就有人，因为我们一下子就很多部律嘛，当然大家会引用来引用去各部律的。现在只是道宣律师要建立怎么样取用的规则，所以他就讲啊，由先世诸师随请引用，就是以前的一些律师啦，或是这些经师啊，他们在采用各部律或是各经论的时候，他随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意见呢，他引用呢，他没有讲出一个道理来，啊，所以今曰布类简康可否？现在呢，我们曰呢布类，就是各部律呢，那我们来比对，来简康，你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一部律？为什么不可以用的原因，你要把它讲出来，那就是指即同意用，就是即。等同呢善见律善见论的意用，那我们四分律里面真事当中也有这个文具等者，文具啊，等同呢佛说的，等同身中长老说的，上座啊说的，那这些就是同意用啊。若作此事啊，方见所引，是说莫应，普婆府论义啊，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解释呢，你可以看到呢，跟我们所引的四分律还的四说，还有十诵律的末印，都是相同于善见论的义理。那也就是道宣律师现在建立第一个取用的方法，就是你要采取意事相关的，你不是可以乱引用哦，要意事相关的。好，那文具等者取，文具不等者不可以取，这是一个规则。那你可以比对，比对的话符合这个规则，我们才取。好，再看173页，是合法啊。若以此，若此以明啊，则心境相照，动合归有。凡虐取中，理合会末。也就是说呢，你若照上面呢，照如此上面呢，我建立了这个规矩呢，来度量辨别这个圣教取舍与否啊，那么就心境相照。我们呢，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境嘛，是那个境界。我们现在要心，就是我的心要怎么样有一个标准来做这件事情呢？互相来对照，有一个依据了。一举一动，我们一举一动呢，都符合这个圣教的法则、经律论的规定啊，规有就是圣教的法则、经律论的规定了啊。那这样呢，凡虐取中，就是你。各部律、诸部律文的律文的引用呢，你是要去繁存虐啊，啊，那你要取乎中道啊。你不是说呢，很多部律你就是呢，这边也引用，那边也引用，那就很繁琐了啊。那你如果都不引用，太简略了，也不能够办事情啊。那所以我们取中道，那这样的话呢？则诸部律呢，我们事理分明啊，怎么样采取来汇通它的道理呢？那怎么会埋没呢？啊，就是昏暗呢，不能够了知呢？有些人说你怎么样取各部律啊？我可以讲得很明白啊，这个道理不会昏暗啊，我讲很明白的道理，而且是有根据啊，四分律、十诵律啦、三见论啦，我都讲得很清楚啊，怎么不可以取用呢？
而且我们这样有依据的话呢，不是更好吗？啊，表示这件事情呢，其他的地方也讨论过了，那我们这样来取用，更可以呢做一个标准了。所以表示我现在第一个方法，第一个规矩是有依据的，而且是合理合法啊，这个就讲得很有利了啊。这个我们写文章或我们建立一个法则呢，我引用的就是很有力量了，你不能够改变的啊。好，这个是呢第一个啊，看174页。丑三次偏举啊，偏就是有些偏颇局限的。因为另外有一个意见就是，干嘛还要采用他部律啊？四分律我们都看不完了，还要一天到晚他部律啊？学这个戒律就学到了头昏脑胀了，一部律就搞不懂了，还在搞他部律。就是有些人他会偏在这里，你如果跟那个南传跟北藏传的讲，他们也是这样的，一部律就够了，干嘛还要那么多部律啊？啊，我们自己学界也会这样啊，啊，一部律我已经头昏脑胀了，你还要他部律，难怪学习戒律的很少，啊，因为越学越头大，就不愿意学了，啊，好，道宣律师就讲啊，若不尽览诸部。你如果不好好呢去呢全部阅览啦，好好我们来用各部律呢来对照我们本部啊，那你偏执一语啊，就偏颇呢啊，只执着在一部律的地方，以为我们一部律就可以圆满来解决任何事情，其实可以吗？不可能的事情，每一部律都不可能，因为你已经部派分裂了嘛。我告诉你啊，纵使不要部派分裂了，就是原来的80诵律好了，原来那张地图，我现在是这样比喻啊。佛世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跟我们后代后来又发生的事情，有些是不是会不一样？是不是会有增加？我们末法众生呢，这个毛病更多了，染路更多了，那你增加的事情呢怎么处理？80诵律会有记载吗？不会啊，也可能不会有记载。所以你看有时候为什么要用5分律啊？就是有时候没有记载的时候，你就要用当地自以为清净者不得不用啊。因为我知道呢，所有的事情呢，万象生龙呢，这个境界那么多，不可能一部律把你全部规定完毕的，它是一个总纲罢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用各部律，或是要用推理的？它是一个总纲而已。更何况你现在已经部派分裂了，你那张地图又撕了好几节了，那你怎么不会再看别的部律怎么记载？因为我们记载的更有限了，人家有些记载你没有记载啊。所以啊，你涉事事者不周，教文文无可据。涉事就是你要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你要涉及这个形式，就是你要运行这个办事的时候，就遇到我们出家人要办理什么事情，遇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处理的，那你就呢不周全了，就没办法处理，不周备了，就是没有办法呢啊，没有记载啊，啊怎么做啊，四分律没有啊，就像呢同业部南传同业部他没有记载啊，没记载随便啊，啊随便哪一派解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了。教文简教律文
叫我说简教律文，查了半天律文都没有啊，则呢无可据，就是没有可供后代人的依据啊，就是你只有一部律嘛，你就是找不出来啊，啊，遂私心意见，各尽是非，互指为米，成由无教。这一段话哈，这一段话呢，我们到现在都可能还可以用了。我们现在到南传、到藏传，我们各部律，我们呢各地方的我们法师聚集在一起，有时候谈论到戒律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观念的。唐朝道俊律师就讲出这些事情了。你如果呢不看各部律，那我们只有这部律讲。我刚才讲啊，私心意见，我自己这一派怎么讲就照我怎么讲啊，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啦？没有记载啊，啊，私心意见就按照自己的意见来行事了。所以我以前不是讲吗？啊，有法师问我。我说这个叫做祖师派，因为我每个人都想当祖师啊，喝水怎么喝啊，穿衣怎么穿，走路怎么走，都自己创出一套方法，自己创了，这叫祖师派。你给我找出戒律依据是什么呀？连寿司也是一样，南传寿司也是一样，很多很多种寿司法，就是他们这一派一定要这样受死啊！啊！我说你把受死戒背出来，那个律文背出来给我听看看。若比丘不受死者，犯罪。这个受死比丘戒有讲说要叫你这样受死法吗？受死法有很多种都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只有你这一派说一定要这样受死？喝水，戒律有规定喝水不能够沾瓶口的吗？所以呢，私心意见呢，就叫祖师派。你把戒律就是呢，这边规定那么多，那边有些呢那个维系戒啊、威仪戒啊，你看呢，有些你看大陆呢，有些说女众道场规定了两三百、五百、500-600条维系戒，啊。手呢摸一下稍稍痒，土鸡罗啊，土鸡罗啊，这个眼镜呢快要掉了，土鸡罗啊，这个呢，这个你摸一下你流汗，再摸个筋，土鸡罗啊，所以我们一天不知道犯了几百条土鸡罗，就自己编一大堆维系戒。我看那个其他的那个。有一个越南的禅师也是这样，自己编出自己一套的戒律。我看那个越南一行禅师啊，他也编出一大堆的，而且自己判是犯第三篇的第四篇的罪，自己判。各位，这叫做私心意见，都自己编的。不管你是什么禅师、什么律师，都一样。私心意见，各尽是非。我这一派才是对的，才是严格的。你们都没有好好持戒，所以是非争端就这样生出来了啊！我们这样才是如法，你们都不如法啊！所以互指为迷呀，互相指责啊啊！你们不懂啦 啊，你们迷惑啦 啊，你这个都没有读通啦，我们现在才通了啦啊！所以要等到呢，啊，这个2500-600年以后呢，这个戒律才呢，你这么伟大的律师才能够解释得通啊，以前的人都不通了，啊，成有无教，成就实实在在呢，啊，这个由于取舍的各部律的呢，啊，你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呢一个依据啊，成无由教就是没有一个教法的依据啊。
就是没有一个律教的一个依据。你这样来说，谁是谁非呢？你是根据什么呢？没有一个是非的准则嘛，啊，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呢，那个今天我们如果跟其他的传承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北传的比丘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啊。你们穿衣啊、吃饭啊、什么样啊，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北传的跟你南传、藏传都不一样的啊，你的判断方式也不一样的啊。北传比丘，你就是要学习，我们是依据什么？你现在为什么要先学习这个总纲？你不要被南传的一讲啊，我们是最清净的、最诸法了，我们是怎么样的传承啊？啊，藏传啊，我们都是很有传承的，一代接一代的。我们北传就没有吗？我们传承的还比你多嘞。我们依据的标准还更正确了，可惜都是没有学界，一被人家讲啊，好像我们北传通通是来乱编的，都没有依据的啊。他们只有依据了，他们是原始佛教啦，他们是怎么样的啊？我现在讲的意思是，不要贬义自己的传承啦，别的传承有它的优点，好好学习，可是不要一天到晚贬义自己，我们北传。你都没有根据，你都是乱来的，你都是没有比丘了，你没有好好学戒，你就是落入了这个下场。你反过来呢，你就会告诉他了，你才是没有根据了，你才是没有根据了。你这样讲这句话，这些派系啊，你才是没有根据了，才是私心意见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你这个戒法的总纲学起来，那我慢慢去在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在自身的我们出家人应有应尽的本分，你五篇七句啊，在僧团里面，在个人的这个摄修上啊，我们要去怎么样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你采取各部律也是这样啊，我有个标准，循序渐进呢，啊，那你这样才能够把握说我是真的是呢用戒律呢能够来摄住我的身心呢， 啊而不是只是戒律呢只是在口头上，或是呢比严苛啦，比呢啊比较什么，这个不是戒律的目的啊。好，再看止恶，止恶就是第二个方法了。你看讲义哈，乙呀，我讲一些乙。若是分判文有限，文意句文形式不周，便引用他不律，排成他不是，就是这里了。第二个方法说明呢，用他不律成就他不是。那怎么说呢？若是分判文有限。判文有限，就是我们四分律没有记载了。你可以这样子讲，就是我们四分律没有记载了。前面还有一点记载，现在是根本就没有记载。前面是记载不完全嘛，啊，一点点律文啊，或者有那个义理啊，可是没有那个律文啊。现在如果碰到根本就没有记载呢，判文有限，就是根本就没有讲出来。啊，那你遇到这个事情呢，则是不可通行。遇到事情就不能做啦，怎么做啦？发生了这个事情怎么判断呢？啊，那这样呢，你就要找他部律了，还用他部之文。你找到他部律的律文，哎，这边有记载，哦，那就用这里来解释，以成他部之事。这里的解释。人家遇到了，他们是这样处理，我们现在遇到了，那我们也照那一部律的处理，或是来判罪，或是来持戒，这样就有根据啦。所以我是根据这样来持守，来学习，或是来忏悔啊。哦
好，我们看字句解释。用他事者呢，上科所引，记号相关，乃是彼此相通之事。就上面第一个方法呢，是有相关意思，相关就是我们律文还有一点点点相通啊，就是我们还有点记载啊。但是现在碰到的是什么呢？必若本律现其分明，只可全取彼部啊。现其分明就是指呢，通通没有记载了。你看这个扶桑集士解释，现其分明呢，未上相关，为什么会有意思相关呢？我们前面不是讲有四个吗？或有闻不了，第一个；或有意无闻，第二个。啊，那这是彼此共有之法，就是四分律还有记载一点点，但是呢，现在呢，今此现起呀，同无闻意。这个现起就根本就找不到了，也没有闻，也没有那个义理。也就是说，我们四分律本律呢，现起之外了。那所以呢，故啊，但用他不闻，行他不之事也，就是完全采用他不闻啊，来成就他不事。那你要注意哦，就是这个条件完全是相同的。这个事情发生，那个他不律记载的事项，跟我们现在这个事项是条件是相符合的，那你就可以用他不律呢来行事了。好，我们看自己解释，故引还用耶，就是全部取他不律了，成就他不事。如现在举例，如身中有缘自受欲啊，那行生其事，那这个身中呢有因缘呐，那你可以呢自己呢去说欲啊。那这是生起律的事情，因为这个四分律啊，只有这个受欲跟转欲，受欲跟转欲啊，还有这个说闻啊，这是受转的受欲转欲的啊的闻呐、啊，它有限的。那这个说欲啊，就是说欲就是要请假，我到身中我不能够参加结摩，要请假呢啊，那这个我自己怎么样请假的说法，那个闻啊啊，那闻呢，我们四分律没有写得很清楚，我们四分律只有讲说我可以接受别人请假，或者我可以转欲，可是我自己怎么样请假的闻呢，根本就没有。那就引用升起律的我们自己请假啊的闻呢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引升起律啊啊大德一心念啊，我摩迦比丘如法身事于一清净，他就这样子讲啊，这是举这个例子啊。那通结净地行五分事，小注讲啊，四分律只有别解，四分律只有呢个别的结净地啊，我们呢斋堂厨房或是哪个地方啊库房，那没有放饮食啊，我们结成净地，他就讲一个一个地方。可是五分律呢，他又会讲呢啊，通结就是你可以把通通结起来是净地，除了什么？除了寮房啊，那有通结净地的方法。那这些都是呢很多啦啊，所以
或是他下面讲啊，不应量一的说尽啊，行多中，就是释迦牟尼他只有讲啊，应量的衣服你要说尽，这个尺寸啊，长跟宽，你多长多宽，那你要说尽，结果不到这个尺寸的呢，那萨婆多论呢？他讲你也要说尽啊。好，那这个不多说了，就只举这几个意见啊，所以《资治记》这边解出很多了啊，我这边不多说啊，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呢比丘戒啦、随机结盟法比较相关的啊，所以。比如说呢，啊，这大戒啦，或者些什么，啊，这个十三重难啦、受大戒啦，这些都是一样的啊。他有时候会取他部律啊。好，那这是第二个方法。所以这个举的例子都是呢，我们释迦牟尼没有记载了，完全取他部律的。啊，什么自然界的范围啊，完全是取他部律的，因为释迦牟尼都没有讲到，他只讲到一个自然界而已。好，这是第二个方法，再看第三个方法，子山四两存，看177页。第三个方法呢，或二律之内，文义双明，则无有取舍，便具出正法，随意采用。这也很特殊哦。啊，就是我们四分律还有他部律呢，其他部律呢里面律文啊或义理呢都很分明，那没有办法取舍，你就是呢具出正法，就是他们讲的都是对的正确的方法，那就随意采用。我们看自己解释啊，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不是只是按照四分律吗？你看自己解释啊，说两存中啊，四分，譬如说四分律呢，啊，阳之不受，我们受持戒里面呢，储水及阳之啊，你喝水不用人家拿给你的啦，阳之也不用人家拿给你的。印度呢，我们说印度那个杨柳枝啊，杨柳枝呢，它折一段，它当牙刷，它就嚼一嚼，它就是有个那个纤维纸嘛，纤维呢叫做，你看印度，我们到印度，我们都也是跟着拿杨枝来刷看看，它有种苦甘苦甘的味呢，又除口臭，所以他们杨枝，因为他每天早上呢，他们古代没有牙刷，就用杨枝当刷牙的。这不用受食，我们出家人吃什么东西都是要人家供养，要拿给你的，要供养的。是不是你讲呢？储水及羊汁，你不用受食，你自己拿取水，自己羊汁就可以拿了。那这个生取力呢？啊、哦，讲啊，这个。焉知虚受，焉什么知啊？你那个阳知哈，你是要刷牙的。阳知呢，如果那个杨柳枝呢，那个味道苦苦干干的，啊，你把那个汁喝下去，你就要受持啊。换句话说，你的目的如果是要做药，因为你要喝那个杨柳枝的水，那你就要受持了。啊，所以焉知虚受，那这个两个都存用了啊。又如教授师坛外受衣，五分律呢，或在众中戒是受者，身起多论，须请净足。五分但令慢标，这边举出几个例子了啊。比如教授师呢。我们在受大戒的时候，那这个袈裟、啊，
那教授师呢给我们袈裟以后呢，他可以马上加法，或者是五分律呢，你等到众中戒师受者啊，或是有时候我们受大戒呢，我们有时候是有就是受大戒晚了以后再加法啊，或是你在教授堂你就加法了，或是你受完大戒以后再来互相再加法，这些也都可以，就是你在众中呢大家一起再加法啊，戒师就是戒师当对手啊啊，或是你受大戒以后呢，那就两个两个比丘做对手加法，那更快，就他教你怎么加法，这两个都可以啊，就是说你受大戒你先有衣服衣钵袈裟你去受大戒，那还没有正式加法哦，因为还没有教嘛，因为我们只是沙弥而已啊，我们现在要登坛啊，怎么加法我们沙弥也不知道啊，等你在教授堂教授和尚啊教授阿舍里呢教我们加法，就是我受大戒那个一就是我正式的三一，或是你受完大戒以后你再呢两两啊，或是跟着戒师去加法受持也可以。那僧伽利跟萨婆多论呢，须起敬师主，哪一个当你的敬师主？五分律呢但令慢标，他没有，那就随便讲一个了。那僧伽利敬师主呢三优旬之内，他还在你的三优旬之内，这个就麻烦了。可是萨婆多论呢他讲啊，这个敬师主呢除非他死掉，或是他到别的国家他不回来了，那你这个敬师主就要换掉，若更需别求，否则你这个敬师主请了你就都可以用他的衣服了来当做你的葬衣了啊，所以这个敬师主呢他如果都在世那你就不用换，除非他死掉了你才要换另外一个敬师主，所以下病允呢随意用啊，你要用哪一个都可以。为什么？这边意思说有些是各部律它记载不一样，那我们四部律都没有记载啊，四部律这敬师主到底是在哪里啊找谁啊，四部律没有规定啊，没有规定你可以用僧伽利或是用萨婆多论，一般我们都用萨婆多论啦 啊敬师主怎么可能在你的三友旬之内呢？啊，这个师兄弟在一起，刚开始还有三友旬，等你走了以后，你看你们现在剩下几个师兄弟，他已经跑到了不知道300友旬之外了，啊，所以这里啊，这敬师主呢，啊，这藏一界里面的敬师主，那一般我们都是用萨婆多论啊。再看三界律讲，三一穿破施法。你的袈裟啦破掉了，那就要再重新加法受持，撕掉这个受持法。那这个破到底是要破多大？破个洞吗？你看我们三一常常在破洞，你看我这个不是破了一两个洞吗？这香一点就破一个洞啊。那怎么样叫撕受持呢？萨婆多论讲，圆断等。你要到你这个三一啊，我们不是有个外缘吗？你要破到呢这个外缘这么大，外缘是指啊啊，那你才施法。所以破是要重新受持，可是要破多大呢？所以萨婆多论他要讲，破到你那个外缘都断掉了，那你就是要重新再修补了，或者要加法受持了，啊，类似这样了，啊，所以这是第三个取用的方法。好，我们先讲到这边，向下文场，下午再上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